Hello， 今日想带大家去温哥华一间本地的串烧铺，名为很久以前的烤串。你会见到入面的装修都很有中式的风格。而今次呢，我们就嗌了鸡、牛、猪各五款，再加一碗白饭分享。咁我哋觉得嗌白饭咧系一个非常之好嘅选择啊，因为呢啲中式嘅串烧咧都比较重口味啦，尤其是嘅孜然嘅味道，所以配个白饭咧就可以中和翻嗰种浓烈嘅味道啊！你睇我哋食得几开心，哇咁快就食完十五串啦！埋单嘅时候都觉得好惊讶，因为个店员俾咗九折我哋，用现金埋单系会有九折优惠，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，就快啲过嚟食啦！咁如果中意呢条片嘅话，就记得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。咁我哋下一集再见啦！